我无任何条件。阁安怎讲你这么要紧利益？所以我选择净身出户，我啥物拢无。较免你以后来找我讨钱，大家好聚好散。我毋是来甲你讲离婚的，我是来甲你表明，我想要继续这段婚姻的生意。我今日已经去户政事务所，把所有定数都办好。我给您做规则，该细想。我嘛把阮爸的财产拢办好继承，我今嘛至少有30亿。我想要甲你做伙打拼，重新站起来，打一个，失去咱萧氏夫妻的江山。我嫁的人是王振燕，不是萧振燕。我说萧甲说王有啥物差别？你到即摆嘛发现你的改变有偌大？看起来我决定要甲你离婚，这个决定是对的。我不可能甲你离婚，不可能。你讲我中意你，你讲唔对啊！这30亿，我根本无放你眼内，这可能是我翻身的本领。我想要紧的人是你，这世界发生什么大事，我拢无别管。干了你，还佫有阮妈，这世人我拢无可能放手的。你唔放手又安怎？我决定要离开，我就是要离开。任青，拜托你莫离开我，我真正足需要你。若是我性命内底无你，我所做一切都无意义。是安怎原本，我听到我应该感觉足甜蜜的话，我即摆听到你讲，我的心遐尔疼。你的爱我已经感受不到任何的温暖了，我甚至怀疑你不是真心的爱我。我当然嘛爱你，这点你绝对不能怀疑我。你看，咱会用感情的时间到这，这就是咱感情的证明。感情，啊，不过我煞感觉是你偷偷的跟踪我。你哪会认为我是这款人？因为咱的感情已经变了。过去，我因为你对我的爱，我感觉我自己足好运的，我感觉自己足幸福、足快乐的。但我今麦，今麦因为你的为非三走，在咱单纯的爱顶关画了一刀搁一刀，咱的爱已经伤痕累累啊！你敢知？我承认我的想法是点仔改变，我爱你的心呢？唔捌改变过啊！你敢知影即摆到底会讲啥？我拄则已经讲啊，咱的爱情已经变啊，已经无单纯啊。你若是真心爱我，你一定会知影。我若是知影妈受伤，我会艰苦；我若是知影人妹受伤，我会着急，我会惊吓。你袂去伤害我的亲人甲朋友，你一定会笑花脸盆。袂因为家己的利益，完全无顾虑到我的感受。就凭这点，我会当讲你完全无爱我，敢不是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阮妈是我一世人上要紧的人，当初我毋是为着你，甲伊拆破面，无顾伊的反对，放弃一切来接陪你，甲你开笑，这就表示。我对你爱，心到就算放弃家庭，我嘛无要紧。你现在做袂用参详当初我共款，莫甲你的家庭，甲咱的感情难做伙讲。你根本就是个内啊！你听我讲，我知你即马认为我对不起你的情人，我已经想好，弥补伊的方式。说落来，我会成立新的公司。凭我的能力，我有信心，无外久就能拼出成绩。到时阵一定够，还够豪杰物力的损失，我会加倍补偿你。
只要你愿意陪我拍拼，给我加倍力量，我相信我真紧就能做到。到时阵，咱就有咱的王国，你就是我的王后，咱以后绝对是足幸福的。人生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。你敢知影？你敢知影？你拄则讲的话，这样爸爸嘛拄啊讲过一模一样。伊嘛是用爱来替伊所做的歹代志做借口。伊讲伊会去伤害别人，嘛是为着要建立一个王国来守护伊上爱的家里。一个用别人的血、别人的肉、别人的痛苦所建立的王国，你敢对暗示？我讲我会弥补啊！你莫讲遐尔有情有义啊！在你伤害一丁哥、伤害人美、冲他上好这歹代志进前，你敢有想到我？你敢有想到咱的爱？你若是有想到，你就袂安尼做。只要咱两个真心相爱，根本就唔免虾米恐慌。就算伫咧这间小小的网咖，一个开200块，咱买了贵个就幸福就快乐诶。我咧做嘛是不得已，我嘛捌行骗去，我知影虾米叫做一念天堂一念地狱。即马行骗了，算唔愿意回头。你阁想要说服我，哎，我相信你的地也是天堂，哎，我陪你聊落去。你敢确定你真正爱我？不管你是不是相信，我会用咒煞，我对你的爱完全无改变。你敢袂记得啊？在我差一点仔无命的时阵，是你用你的爱把我化回来。我叫的这份美丽，啊，不过我叫袂起这美不高的你。你若是搁继续坚持，你规划的未来是对的，那你歹势。你无可能阁有任何交集，不如即摆就好好分开，对大家拢好。仁心，你干嘛一定要对我这么绝情？你伫咧做遐个歹代志时阵，你敢有顾虑到咱的情？你对我同款遐尔绝情，你要甲陈燕离婚，佮要搬出去哦？妈是的，我会当体会你的心情，啊，不过有影是阮王家对不起。我嘛袂当，阁继续为难你。我尊重你的决定。多谢爸。我，可惜我姐这么后悔心不，都爱我安尼放手哦。仁心，啊你袂当来住？你要去住倒位啊？敢讲你搁要走到洪阮找无人哦？是啦，仁心，不准你搁走到找无人哦。你永远是顾家的囡仔，有妈妈做你的外壳，唔免惊哦。嗯。是啊，有听到无？妈的话哦，是圣旨，唔免拒绝哦。而且你拄则唔是讲你种烦恼话的？安尼就换你回来照顾啊！你有上好就好啊，哪有需要我啦？哦，无喏，人美是真歹照顾，无乖无听话，叫伊食药啊，嘛咧赖皮啊，干呐够食棉花糖，这哦干呐你有法度，我无办法哈，我举双手投降。赵尚好，你竟然敢欺负我阿姊，我该受你哦！哦，人美叫我，你咪要怕人。对啊，人心你看。除了你哦，无人会当照顾我。
你敢真正要安尼把我放咧，不管家己走出去？啊，安尼我看我头壳这个伤，我永远都袂好啊。高仁美，你不能安尼纠缠你家己。我知影恁大家拢无希望我的心内对恁有亏欠，我保证去住。多谢恁大家对我这么包容。啊，人生要搬回去住，那安尼以后我都要常常去公司，才会当甲人生见面。爸妈，其实我这个回来的目的，除了是报平安，我嘛想要甲话讲好清楚。你要讲什么？就是正燕的代志闹到安尼啊，公司那边我嘛要辞职。是安怎啦？这是两回事呢。啊，正燕走啊！啊，即马公司就干那你，会当跟你爸爸斗相共，即马连你嘛要走，那安尼你爸爸是要安怎？我嘛无想要互爸一个人遮尔辛苦啊。啊，不过即马我真正无迄个立场甲身份，继续霸占这个工课啊。佮加上正燕做个遐尔侪歹代志，虽然恁大家拢讲甲我无关系，啊，不过我的心内真正袂得过。啊，佮有志宏爸爸佮丁勇失踪啊，我嘛确实应该转去一定国斗相共。另外，我嘛想要甲尚豪这个继父斗相共，至少我会当赎罪。赵老板，你应该袂气嫌我这个员工吼？袂啦，啊，仁美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啊，而且豪杰即马就无用的，你万一来斗相共哦，我是就欢喜。多谢你。爸，你敢会当心转我？虽然我甲你妈妈感觉真不甘，啊，不过你的顾虑嘛是对的，我嘛应该帮你做。我头一面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感觉真应该恭喜健康。事实嘛证明啊，你们那是一个好看手，是一个好媳妇，在公司这方面嘛不需要我操。安心啊，虽然讲咱做一家伙，时间是该久长，俺个爸爸真感谢，这段时间你为咱这个家所付出的一切，也是有时阵想着阮，也是想要吃恁明华妈妈煮的菜，不管是哪样的，唔免传讯息，唔免打电话，直接进来。多谢爸。进去，妈，你送走，妈，你好啊，鬼，爸，是我无这个福气，继续做恁的媳妇，啊，不过你对我的疼惜甲保留，我永远永远刻在心内，我唔知要提什么回报你，爸妈，今天就多谢你个。再见。以后我无法度继续踮伫你的身躯边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你家己。爸爸，阮会收，啊！你讲的再见哦，阮无爱收啦。我也是把你当作是王家的新妇，都参照我家己的查某囝同款啊。咱哪有可能永远无见面，对无？好啦，来，马赛姐姐，爱记啊，遇到什么困难一定爱讲。爸爸跟妈妈永远好你靠，知道吧？